韩中哥，饿什么饿？好久不见。我天，怎么了？刚刚还在给我发微信说要见面了，好紧张。好奇妙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太久没见了。太久没见就算这么理了吗？我们两个去年见还是最后一次见，八月份。感觉好像长高了。你不高？你几四？不可能，我180，有吗？长高了。长高了一点。我也有点紧张，但是他，对，但是我要更紧张一点。没有，说不定都一样，我可能表面是平静。那还挺厉害。是啊，练出来了。哇、哦。因为我俩私下不这样，对，我们要澄清一下，这回只是因为有镜头，再加上长时间没有见，嘴角止不住上扬。对，我俩私下玩的老嗨了。只有他们没有声音吧。